咁就係咯，順便拍埋呢一條啦。啱啱拍完22mm就係咯，咁樣呢條係22號嚟嘅。咁就而家開車啦，時間係11:00。咁啊喺總站上咗，今日我自己應該係上咗2個嘅。香港兒童醫院啦，上咗3個。
就喺上月度啦，上咗十個嘅。上月到上咗十個啦，咁總站上咗兩個，十二再加三，咁啊，而家係總合量係十五個。上一個嘅，上一個啊，十五加一，十六係。
京花园就13座啦，上一个攞两个。上兩個落上一個嘅，
就喺愉港灣啦，落咗一個嘅。酒店有兩個，在猴王島留了四個月，在喇沙利島落了一個月。
喺喇沙书院望上嘅。基督中心堂啦，望上嘅。九龙塘公立小学落咗一个，
咁啊喺多臣街落咗一個嘅。好，而家嚟到又一城啦，咁啊，系啦，咁啊，而家时间系9:21啦，即系夜晚嘅9:41啦。咁我就喺9:10上车，咁啊搭咗31分钟到啦，就半个钟到啦，当系系啦。咁啊，行车时间都唔差嘅，系啦 ，OK 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多谢大家收睇啦，拜拜。